往前为规划及无限梦想可在有限公司执行，特别邀请曾经获得两面金牌的台中小林女中行进管乐队参与演出。是由2024年巴黎奥运棕色艺术项目执行团队精心规划而故意性的节目，这次将街舞结合行进管乐，展现艺文界的团结力量，同时庆贺街舞走出台湾，走进国际奥运。老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表演节目让我与有荣焉。我是小明女中的校友，而这个节目是由中部地区19所高中职学校结合众多舞者老师，总数高达300人的表演团队共同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为了在国际大厅上实现完美的演出，执行团队与学生特别利用周末整合排练，每次的练习都是成长的过程，相信对年轻学子来说会是具有意义且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盛大的精彩演出。Thank you.
活力。青春洋溢学子们排出箭头队形，各自跟着声波共振，做出渐层效果。台上舞者朋友观众们锁定目光，一起享受国家庆典的祝贺及喜悦。全世界看见台湾努力不懈的勤奋精神。
刚才看到的是学子们重拍节奏，做出自己声响的台牌，搭配磅礴的口号，展现台湾的气势活力。同时也搭配他们是来自部落的天籁歌声，带着满满的祝福，也代表着我们都会好好的。我们明年见。